看我原来挺瘦的。是啊，大家都是的嘛。原来我也是，头牌的。过去您倒是瘦啊，哎，现在您看这体格，现在谁都说我胖了，哎，您实际上是胖了，实际上不是胖，那么是什么呢？棒，身体健壮啊，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啊？你瞧，你看这肉怎么样？真是啊，猪肉翻着练的哦，练的练哦。现在您的身体好吗？就是练的练。那么您参加哪一项体育活动了？篮球哦，篮球，乒乓球哦，这最有兴趣。乒乓球啊，乒乓球好啊。你看着那么点玩意儿啊，那球才多点啊，是不是不大呀？费劲啊，费劲。哎，你总得跟着他跑，反应还得快。那是啊，人家一拍来了，你就得知道怎么回事。那是啊，这往怎么转？哎，这球怎么打？对啊，我跟庄则栋差不多。是啊，人都管我叫侯则栋。你瞧这事儿啊，怎么您打得很好啊？自从世界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，咱们荣国团拿下了冠军。是啊，我这兴趣增高了。哦，我就练。是啊，26届庄则栋邱忠慧又拿下了冠军。到27届我就盯着了。盯着什么呀？盯着他们回来的时候聚餐，我跟着来一顿。你就盯着吃了。不是，我盯着呀，我们的运动员载誉归来，抱着大金杯，我代表你跟我全体相声演员向他们祝贺。完了以后我还得盯着。那你还盯着什么呀？盯着跟他们要个纪念章。嘿，他正想着好事呢。乒乓球啊，好啊好。嘿，小说咱们中国乒乓球打的那是最好。是啊，哎，您说这个举重谁最好？举重啊，咱们中国的举重那得说是陈靖开。哦，他是轻量级。是啊，重量级得说是弗拉索夫。弗拉索夫是哪国人？苏联啊。苏联人啊。嗯，那是纪录保持者，绝对冠军。是啊，他是重量级挺举。嗯，他能举多重啊？211公斤，422斤。可以的，看这姿势。起来，下面起来。起来了，身上的劲儿。当，400多斤。当，棒，像这台怎么样？400多斤。当，下去了。哦，能给砸塌了。那是啊。啊，太重了嘛。你有多重？我举不了那么重啊。谁让你举的呀？我问你体重有多少？我体重啊，102斤。我130。啊，130。咱们俩才200多斤。好吗？还不够他举的呢。那不够人家一举，加上刘宝瑞，那才也就是300多斤。再加上马季，咱们个人，哎，人家都能举起来400多斤呢。400多斤啊，人就举起来了。举什么？举咱们个人。他举那个玩意儿好举，个人他没法举。什么？他没法抓呀。你说抓哪个？咱们个人，把咱们个人捆在杠子上啊，拿起来。你这不行。好嘛，奶奶，你这举起来我倒不害怕，你他这一扔我受不了。他扔完了以后，明儿你就请假了。我请假了，咱们四个人都得歇工。哎，这个跳高，这怎么样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女的跳高啊？那得说是巴拉斯。巴拉斯？巴拉斯啊？哪国人？罗马尼亚。哦，巴拉斯跳高。那他跳多高？1.91米。1.91米，那不容易。屏蔽一跃跳过1.91米的标杆。所以我也喜欢这一项跳高。是啊，嘿嘿，我也练了。怎么您也在练这手呢？啊，练得怎么样？差不多。哦，1.75米啊？你能跳过1.75米？身高1.75米。你说身高干什么呀？这又没给你做大褂儿。你说什么？问你能跳多少啊？跳？2.5米。多少？2.5米。2.5米跳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你这叫吹大气。什么？苏联有一位叫布鲁梅尔啊。啊，对对，那是世界冠军。才跳啊2.26米。好吗？你跳多少？2.25米。怎么什么2.25米？2.5米比他多呢。比他还多呀。多，比他是多2点多呢。好家伙了。好家伙呀。当年我是没去参加比赛，比赛完了那冠军就归我了啊。我没去，在家里练习，还告诉你跟他们跳的不一样。你这还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嗯，哦，你是撑杆跳。啊，
从房上跳。你往下跳啊？要怎么我没去呢？你呀，别去了，你回来把腿蹲了。行，这项咱们也行，这项咱们也练啊。你也练过？哎啊，嗯，哎，美国的体育发展的怎么样？美国体育不错，是吗？发展的好。哦，就那项目那个多呀，人就得说是世界第一。项目多，项目多。哪一项？不是哪一项，整个项目多。截止到1962年，它278项。278项，美国也比不了。这278项，这都有什么呀？他那个比赛呀、啊，比赛是稀奇古怪的啊，多种多样的哦，各种比赛都有。是啊，哎，他那个比赛可有意思了。你说这个美国有抽烟比赛啊，有喝酒比赛，有冷冻比赛啊，冷冻比赛。什么叫冷冻比赛？就是把人搁在冰箱里头冻着，看谁冻的时间长就是冠军。干嘛呀？这做冰棍儿呢、嗯？也叫冰棍比赛。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呢？有意思，干什么？给卖冰箱的做广告，就为给他做广告啊！哎，还有呼啦圈比赛，啊、嗯，做杆比赛，做杆比赛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比赛者10个人为一组，啊、嗯，坐在电线杆子顶上，什么动作也没有，看谁坐的时间长。怎么要掉下来呢？掉下来那算不及格，您得想办法别让掉下来。想什么办法？据说吃一种药叫镇静剂。那甭问了，一定是给卖药的做广告了。还有不吃饭比赛，啊、不喝水比赛。还有跺脚比赛，跺脚比赛啊，比赛1小时，看谁跺脚次数最多。嗯，怎么1小时啊？一会儿那腿就得肿了啊，肿了啊，那就算冠军，那算冠军了。肿了呀，还不是冠军吗？这一定是给卖鞋子做广告了吧？哎，还有打屁分比赛，打屁分还比赛呢？大概是人家把别的艺术都看腻了，想发展一下打屁分的艺术。这打屁分，这没有你怎么往出打呀、啊？不是，人家想办法，有什么办法？比赛者10个人为一组，5个人为一排。对脸坐着啊，观众都在四围看着。哦，裁判员一喊预备，嗯，每人拿出一瓶胡椒面，胡椒面到手里啊，开始，一闻，嗯，跟着是，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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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玩意儿还是有意思啊，有意思，嗯，电扇一吹更有意思，什么意思？胡椒面一飞，观众席里也跟着，啊去，啊去，啊去，观众也参加比赛了。虽然参加比赛可不能得奖，怎么他们都得算业余的，业余的我还没见过专业的屁分呢。还有骑牛比赛，骑牛比赛啊，这我知道了，一定谁慢谁是冠军。不，10个人骑10个牛赛跑，那牛的不跑啊，想办法让他跑，那就打呀。哎，打可不行，嗯，人家美国不准打，不准打。哎，打牛可不行啊，美国有那么一个叫什么反对虐待牲畜委员会啊。怎么意思？不论你谁要打一下猪狗牛马，让这个委员会知道，提起诉讼就要罚款，罚钱。哎，这牛你要不打它，它不走啊。不，人家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在牛尾巴那会儿拴上炸药啊、到时候一点，冰棒一炸，这牛你想它还不走吗？嗯，那牛啊它就蹦起来了。可是人家没打呀。是啊，这比打还厉害呢。你说这手够多损。你说骑牛的这个人受得了吗？啊，还有一种叫摔跤比赛。哎，这倒不新鲜。嗯，摔跤啊，啊，中国、蒙古、日本都有摔跤。不，美国它能比得了吗？不一样。哦，人家是泥塘摔跤。泥塘里的摔跤，特制的泥塘啊，挖一个18平方米1尺深的池子，里边灌好了泥浆，是比赛者在里边摔跤，观众四围看着，还看呢啊！不，人家那个泥不是一般的臭泥，哦，这泥的不臭，这不但他们见一身泥，连观众都得见一身泥，观众见一身泥，嗯，这还得算是业余的，不能得奖啊。那虽然不得奖，还是大有人看，但人家好这么个乐，就好这一人弄一身臭泥的乐，哎。你说他们搞这些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？有意义啊！人家说这是为了显示发明创造，就创造在那泥塘里摔跤。哎，你看美国人他就这样。你说吃饱了喝足了干嘛去呀？嗯，那找点新鲜玩意儿，什么新鲜就看什么。是啊，喜欢这一套，哎，愿意参加这种稀奇古怪的比赛。哦，商人呢想尽方法做广告。是啊，还有些人呢希望参加得点奖金好对付生活，哎，所以有各种的体育比赛。哦，人家美国搞这么一次体育比赛也不得了呢。这还有什么不得了啊？哦，也是耗资千万啊，事故百出，牺牲人命，轰动全国。哇，这你说什么比赛都有啊。啊，在体育场里边也是各占一摊啊，比赛时候有意思极了。是啊，哎，同时进行，你听吧。嗯，叮当五四，稀里哗嚓，稀里哗啦，惊声巴扎。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比赛在进行啊。好嘛，我咋这着火了呢？那新闻记者可忙极了啊，把各项的冠军都得照下来，
照相，我好登报啊。这么乱的场面，那个镜头好找吗？要摸到一个规律也不难找。哦，那各项的冠军他都有特点。都有什么特点？你看这人满脸青肿，那你甭问，准是拳击冠军。哦，这个人胳膊手都肿了，那甭问，一定握手冠军。嗯，这位腿要是肿了，一定是跺脚冠军。对，这位要鼻子肿了，一定是打屁股冠军。那这位周身青肿都没好地方了，是什么冠军啊？这我不知道。嗯，全能冠军。哦，全能冠军就全肿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有一项比赛，据说任何国家都比不了人家。什么比赛呀？汽车比赛。嗨。咱们是不开展这一项啊，你要说咱们司机同志哪位不是安全车几万里啊，他能比得了吗？你说安全行车啊，那当然他比不了啊。哦，人家比赛那玩意儿高啊。是啊，那不安全行车。哦，不安全呐。完，人家开车以前拿毛巾把眼睛蒙上，怎么着开车瞎开啊。像丘陵地带啊，跑五里路，你这多危险啊，路上有很多障碍。好嘛，淋完了就这个赛这个速度啊。嗯，那真叫快啊。最后得冠军的那个叫嘎瓦莱。哦，嘎瓦莱。哎，嗯，嘎瓦莱得了冠军。他一定是开的好了，也不是杠着的事情啊。怎么意思？他离终点线还有十几米呢。啊，后边俩车追上他了。哎呦，咚这么一撞。嗯，这下撞好了。你觉得好了？撞好了啊，撞着嘎瓦莱这车打俩滚翻了一跟头，冲过了终点线。嗯，得了冠军。这还撞出来个冠军呢。这下可轰动喽。啊，新闻记者照相，电视台抢镜头，电影公司来拍电影，观众也拥来了。哎呀，男的都要跟他拥抱，女的要跟他接吻，哪怕是跟他那破汽车接个吻也是好事。你瞧这事儿哎。警察来维持秩序太乱了。就这么乱怎么维持啊？那体育协会的主席赶紧拿起话筒喊话。哦，女士们先生们，请大家静一静，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世界纪录，这是大家的荣誉，我们有了这样的冠军是全美国的荣誉。什么荣誉啊？我知道你们都很爱他、啊、想跟他合影拍个照，我们一定来满足大家的要求。嗯，不过现在得让他休息休息、嗯、让他冲冲洗洗，有的地方还要补补缝缝。哎哎哎，这人干嘛还缝缝啊？他已经撞碎了。撞碎了。